越高招忍战小李的首张海报有点帅啊，这是他的例会啊，和之前的忍战忍者有很大的不同啊。根据他的制作策划其他比的爆料，可以知道他应该是可以开门，而且速度很快。那么他的速度啊，应该是可以通过开门来进行强化的。但是众所周知啊，忍战小李啊，在这个阶段啊，只能开到井门，也就是第六个门。而如果开门设置的过多的话，我觉得会大大的影响这个忍者的强度啊。因为通常开门的忍者只有最后一个门开了之后才是最强形态。那他这个过渡阶段啊，就很容易被对手压制，有点像之前拥有技能升级机制的忍战奇拉比。感觉还是蛮尴尬的，但是有兄弟猜测会不会是航海王壮志雄心里面卡巴奇的机制呢？正好我也在体验这个游戏的公测，那么咱们就来看看卡巴奇的机制究竟是如何的呢？它的能量条是随着移动啊可以逐渐积累，而它的速度啊随着能量条的增多会不断的增加，而它的一个技能命中还能够增加能量条，当能量条超过一半的时候啊还会强化它的两个技能。不过考虑到卡巴奇啊只是在航海王公测阶段的一个不是特别著名的人物，他的卡片等级也不是特别高，而忍战小李是火影手游运营了8年之后的高招忍者。不过他这个技能强化机制我觉得还是挺新颖的，我的看法是有可能啊，但是如果即使采用这个机制的话也会比卡巴奇的表现强很多。